这大冬天是穿正好，现在起晚上水暖了，他那个河水里边还是连体的。哎，这红马蜂窝管我看穿上也扎不住，你知道啊、哦、厚实，戴个头盔。嗯，黄蜜蜂窝管不透气，不透气，透不了，水都进不去。嗯，我看、嗯、试一下，肯定防水。这个小季，你过来，你着急去抓鱼去啊？哎，那个是胳膊，那是胳膊。我嗯，没问题，穿就行了。你穿反了是不？没有，在后面拉链的这是。哎，嗯嗯，去抓鱼吧。嗯，烧鸡太瘦，你瘦了，人家都穿了紧了才进不了水啊，紧了才进不了水呢。你这个东西顺着缝就进去了。你怎么没有带水鞋呢？好，带的没带水鞋的，不用水鞋，它又不是潜水啊。嗯，然后这里面大的，那个得钻那个好深好深的啊，这个带上没等钻到脚蹼，这个鞋子里面穿。光着脚穿上袜子，老高喷了三瓶两瓶的杀虫剂，杀蟑螂呢。看看效果。哎呀，这狗子在里面呢，我。哎呀 ，Lucky， 你从这儿待着干啥？不是吧，你蟑螂上课了，一个没死。回去死了、哎、没死了，他窜了、啊、这是啥老师，你看这蟑螂跑的，这不都是蟑螂吗？这都跑的了。嗯，没死几个，地上有死的，没有几个。嗯，这儿还不够大，够大了，再说人都熏死了。都在那儿弹提气的吗？没事儿，他死，他就是他慢慢死。给你打开吧。打开吧，把窗户全打开。哎，这 Lucky 没事儿，他啥时候跑去没事？哼，咕咕放，没逮够是吧你？啊，你是吧？没逮够啊？啊，走，快去，快走。太呛了，我开风扇了。这打喷嚏。走，今天去外面吃。拉克也跟着。喷了药了，没法做饭了。烧鸡他们也出去了。拉克。高兴。高兴。过。回来。过。回来。过。过过爱在外面玩，回来回来过，康公磨刀杀啥呀？宰啥？磨刀啥都可以宰。啥啥啥都可以宰。嗯，这个刀一点都不快了。嗯，我要把它开，已经开这个头。嘿，这个土玩的，给他买一堆沙子吧，堆在那儿，他自己天天玩沙子。哎，你还敢嚷？呵呵。嗯。你把摩托车嚷一试一下。都是土。扔沙子，那不是沙子，都是土。这小孩该有个小孩的样子，其实也不脏，自己玩玩挺好。每天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，干干净净，就不是小孩了。你行的时候还要检查鱼、哦。嗯。
别砸人家摩托车。高兴，高兴，不许砸！完了，说了也不听。让高夫去揍你了。啥子姐？这土孩了，迷眼了。老高去打鱼去了，我们这就简单吃一点，也不简单，挺好。早晨剩的粥来吃了，这是我最喜欢的。咋没装逼？我不是跟康康说了吗？啊，抓了几条鱼？我们杀了几条，大了几十条有啊。嗯，来瞅一眼，这是拿了一点儿。嗯。看看鱼，还是那个鱼，来瞅一眼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这个大的有两三斤，嗯，可以。哎，康康没过来，他过期了，他坐着坐着觉得冷，他、嗯、我也饿了，我要吃点，这个烤上吧，先吃口这个，要不洗把脸吧，我操。天柜里面有冻好的吗？让他拿一箱吗？一样呀，送给他的，嗯，以前的呀，这个。一样啊，他新鲜啊，你不吃？我也不吃，你俩吃啊？哎，那就烤两条就行了，烤两条，反正你俩够了就行了。早知道我俩就在野外就烤了。在野外烤拿啥烤啊？那烧焦了我。就拿木头，那不焦了吗？一下，新鲜。我来张嘴，嗯，有点烫，赶不出来。吃完了，收拾。啊？打个定气。早上又是小米粥、大米粥，还有绿豆。枣、百合。这不是补啊，反正是挺好喝的。今天是大太阳，早晨都大太阳。这尼泊尔又不知道过啥节呢，又不知道过啥节呢。宰羊了，在里面。老太太一家，这是五个摩托车，这边还有两个，多少人吧？